的左边。这么大的飞机，我们要去哪儿呢？我们要回学校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我已经来到了我们学校的篮球场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场，这以前我之前的学校那段时间，每天就大概是这个。
就输了，谁就表演一个节目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第一个，那你了。如果他爆了的话，你就要表演节目。哎，没有，都没有爆。好，那你了。好了。没有报，他只有一个回报，他跳出来就输了。哎，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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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又在帮我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我给你变个魔术好吧？嗯，我看啊，在我手上啊，闭着眼睛看。来了，变魔术了，在我这个手上，啊，手上了。剪头发变出来好吧？他在那。哎呀，被妹妹发现了。不可以一口吃完啊、哦！不可以一口吃完，吃一，对对对，吃一半，然后对对对，吃一半。不能一下吸到口嘴里。对，不然的话会被噎着，是吧？是，然后怎么都会进气管里。对对对，是不是很危险？那你给其他小朋友说，你说我们吃果冻要怎么吃？我们吃果冻要慢慢吃。啊。不能一口就吃完是吧？是，不然很危险。嗯，我们现在要给妹妹梳一个头发，梳一个特别简单自然的马尾辫，好吧？这就是我之前发的那个杨啾啾，疼吗？不疼。放进去，我梳头发好吧？我们来梳一个帅气的马尾。还是这个年纪的头发最柔顺。好不好看？你感觉好不好看？好看。这边要不要加一个？在我这儿。扎好。看我这儿，但是不想梳子。这是什么？小梳子。这是梳谁的头发的？梳小狗的。它是先是一个小的这个，然后把头发固定好了。要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是苹果。苹果。扎好了，那你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今天我弄的小辫是马尾辫。你给大家看一下你的马尾辫，你的马尾辫后面是什么呀？什么水果呀？是小苹果。小苹果啊，然后你右边这个是什么？西瓜。西瓜，你觉得好看吗？我也觉得好看。第一个。第二个进了，三进一，还有两个，好，进了三个。
哎，我怎么看到了我的胸北？我的胸北在这里举铁。
这个还挺可爱的，这个很圆嘛，这个东西就是刚才我们抓娃娃没有抓起来的那个，就这个。我们买一个这个，然后送给幸运的小粉丝，看谁能拿到这个圆圆的海狮，好吧，然后能和他一样圆。这里有个七冰淇淋的企鹅，粉红色的，这个也还是挺可爱的。刚才看见了，企鹅喜欢一个人站在那，不，喜欢一只鹅站在那。没有别的，就这个粉红色的企鹅，好吧。第二位幸运粉，希望他能和他一样变得粉粉嫩嫩，然后吃得动。这是给幸运粉丝买的礼物，然后希望你们会喜欢，不喜欢也得喜欢，必须喜欢。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叫什么呢？请大家抬头往上看，这是很大的三个字，这就是金的牌匾，叫做灵隐寺。抬头望望天，全都是那个树叶，大树在上面。而且今天按照时间来算的话，今天是周五，周五按道理来说还是一个上班的时间，现在这个时间，你仔细一看，这里的行人是络绎不绝。然后我走到这呢，就感觉有一种那种归隐山林的感觉，当你这样透过这个中间这个缝隙，能够看到那个天上太阳，没有任何建筑，是高楼大厦的建筑。就特别的让人有着那种静下心来的感觉。哇哦，看这个，这是那个莲花灯的底下的那个灯座。这里边有特制冰粉，只要看见冰粉这个东西，我就情不自禁的停下了脚步，停下了脚步。这是去暑的好东西，有那个特制冰粉。有男生一起饭。我来三个，来到这个灵隐寺的出口啊，就是比如说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、烦躁的事情，可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吧，对吧？稍作休息，和朋友一起坐下，静心的表演。你往哪里跑？大象妹，羊驼哥剃了个墨西哥的发型。这个是我看是大二的时候吧，对，大二的时候听的一首歌。
回复的信息，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。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，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。在无人的大道上有美丽风景，想要梦里的竹蜻蜓带我去远行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，再想和你生一句 baby。 我开始美丽的际遇，你来自东或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，都听你。Hello， 小袁。早上好。早上好啊。稍等我一下。早上洗完脸呢，脸特别干。然后我一般会用一点这个雅诗顿抗氧精华喷雾。哇，你用了这么多，灭火啊？嗯，特别舒服，而且喷雾特别的细。对，一会儿呢，我准备在上妆之前再喷一次，这样妆面会更服帖。那我们不多说了，出发吧。太困了，太困了，快来一点。Wake up！ 他应该在里边吧？应该这一点点。准备好了没有？我已经准备好了。用雅诗顿抗氧精华喷雾之后呢，就会感觉很舒服，凉凉的。没有了曝晒之后皮肤的那种刺痛感，几乎瞬间像喝饱水一样流行。接下来就要准备去健身了 ，Go Go Go！ 压力到了邓超元的手上。重了一点点，调高一点弧度，好球。回家吧，圆儿，明天还要早起，别练得太猛了。漂亮。今天打了一天的篮球了，虽然身体很放松，但是感觉皮肤压力还蛮大的。这个时候就再用一下随时随地抗氧化的喷雾。来来来，小袁，这个在我这儿你没拿啊，晚上洗完脸再喷一喷，啊，晒一天，皮肤肯定不舒服吧？对，擦点油啊，怎么着？行吧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嗯，哎，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
今天呢，我是到这里来拍摄我的第一支 MV。这支 MV 呢，我觉得就是表达歌词的意思，在自己这条路上的一些希望还有追求。差一步去接我，对对对对，接你刚刚那个就是。我觉得可能推开一扇门也有可能。
我们给你擦吧，你坐吧。秦老师，秦老师，秦老师全程没有问题。帅啊！哎，到我这个焦点就好了。两个字，说啥？发啥？一鸣他们俩是真的逗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真的。然后有救。哎呀哎呀！怎么回事啊？差点昨晚上最后就是可以。我们现在就给雕塑上色，看看明天会不会流化。粉丝们还专门到那个组里来，就是来探班，对，然后还送给我们非常漂亮的鲜花。辛苦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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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次见，下次见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好好好
开机。六。对，一二三。一定要是落空，这里是上空，是吧？哎，别动呀！可以啊，马上就要扣篮了。好难，我跟你说这个动作。这个动作拿到一，你空中的感觉没有？你空中感觉有的话，很不难。空中感觉吗？就是吊起来的时候，我的脚没有办法自如的控制。那就是感觉嘛，空中的感觉。不是不去吗？我训练。那你给我再试一下吧。二三，进！好来！一二三，哎呀！快点！预备！一二三，放！哎呀！一二三，放！放！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怎么样？太夸张了吧！哎，要非常漂亮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你刚才拍的哪里？今天我们来到了哪里呢？大家看一下，我身旁边的这个地方，这是一个室外的篮球场。没错，这是那个剧里面顾远，我的好兄弟，他家后院的篮球场，但是根本就不是他后院，只是一个公园里面的一个野球场。环境还是不错的，从这个位置看过去，能看见那个连绵起伏的雪山，还有一片湖。Hello， 打开哈。对，坐着就好。天上的在哭的是你。好了，好了。现在我们来到了下午茶时间。桌上有什么？桌上有。刚刚你要不在这儿吧，咱俩去。橙汁。我说，你说我嘴上哪能不吃？草莓蛋糕。看一下，现在只做到大家走过来。烧麦。坐下之前，千层米不是烧吗？蓝莓糕，对，各位同学，现在来到了萨摩茶的时间。黑粉好看，龙针。好了，不许了。快！现在已经开始吃下午茶了。小香把衣服脱掉。看到了。三点茶。看一下啊，安娜。三点茶。这儿宝贝儿，往后坐。丑美。哎，好的，宝贝儿。丑美。Strawberry。小龙，回去吧。今天粉丝来给我们应援了。杀青了，他们又赶过来，就是给我们做一个完美的收尾啊！军夜的故事马上就要画上一个句号了啊！或者是无锡，可能有点舍不得我们离开，留下了很感动的泪水。然后明年就是拍的这两部应该也会陆续的，就是开始播了。好，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肯定会的，期待我。这一次就是元气们比上一次还要更多，虽然也已经很久没见面了，但是我能感觉到大家就是很热情。非常感谢他们今天的到来，然后给我送了很多甜点，然后还有元气的气球，还有蛋糕，然后陪我一起杀青。再打继续，就这地方。伴随着点点滴滴，冲击我心。二一走。这是我里面的衣服有点调皮。打击快乐吗？许帅在这儿啊？姜汤是吗？哎呀。再跑一次，嗯，但是那个地方跑过来多。马有文培啊，王培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传中的港糖，马一球，港糖们。好，现在喊一个后面俩，来，三二一，嘿嘿。
嗨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已经在北京，去往成都的候车室。对，一会儿大概20分钟吧，我们就准备。啊，我们刚才已经听到广播了，已经叫我们过去登机了。我们再坐一会儿，坐的人肯定也比较多，因为都赶着回去过年了，春运来了。所以我们提前坐这么早的航班，就是为了人少一点，没有那么挤。希望大家就是呢，过一个好年，开开心心的，然后和家人团聚。今年其实也是我的两部剧嘛，是今年也陆续的拍完了。然后今年这两部剧呢，我觉得也给了我特别多的不一样的那种体会吧，然后也有一些收获。之前在拍戏的时候呢，难免会觉得还是会有一些不适应，但是这几个月下来，就是自己打磨了一下，在组里边生活了大概也有一个半年时间了，也习惯了这样的就是拍摄的这个生活。希望在就是新的一年2020年，也能够迎来更有挑战性的这样的作品，然后我也能够就去塑造一些就是大家喜欢的这样的角色，对，去努力做得更好。然后这两部剧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啊。哦，对，这个新年还是有个惊喜的，因为之前其实有透露一点关于新歌嘛，对，是一首就是相对于之前的两首会有一点不一样，这就是那种娓娓道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，一首慢歌，也是表达了想要对大家说的一些话，就是非常结束，好，这边说。2020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星星点灯，元气满满。Sound right, boys.
sound right, boy. Sound right, boy. Hello,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了哪里呢？今天我们来到的呢，是我们家乡的一个有名的景点，叫什么呢？没错，就是宽窄巷子。今天有空嘛，所以就过来走一走，看一看。天气不错，戴了顶白色的帽子，就是为了遮一下阳，免得你们说我又晒黑了。我最近好不容易白回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、好玩的。这个刚才是一个爱心的行动。哎呀，现在我已经炒了一个青菜，给它吃掉了。这边空的呀？还有，我是挖耳朵的，挖耳朵的，挖耳勺的。好，太热了。背后这个地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人都没有的办公楼，然后进去看了第二天的回去，我们现在马上开始。这里的是光的，他画的是上下五千年六君子行进菜市口，说明这里的应该是跟文具有关的。这边是洗手间，里面已经荒废了大概很长时间。这里有一个台阶，我看到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东西，运动饮料，应该是工作到很晚的时候，他们会喝到洗手间。对，这个感觉有点像审讯室的那种。哇，这里关了，刚才是开着的吧？大厅来看，这里全是沙袋吧？这是学生或者是学田径的。好，今天就告一段落，因为在这种没有人的地方，长时间的话，人们会变得无意义。幸好不要一个人。你觉得你是胆子大的人吗？我觉得我的胆子虽然算不上很大，但应该也不是特别小。见到光明，我一出来，我整个呼吸都已经通畅了，就感觉这种完全黑暗，只有那么一点光的地方，然后比较封闭的地方，人的呼吸都会受到影响。对，现在这么多了，后面各位小朋友，包括大朋友，没事就不要来做运动了。大家好，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我这几天以来起的最早的一次。我们今天要去干啥呢？
对，大家看到我们已经到了三亚了，然后今天要去拍我的那个 MV， 然后这会儿我们准备出发过去了，那我们一会儿现场见，走。这个就是我今天就是要用到它，然后会拍一些就是我看到的好看的景，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我自己的东西在里边。我们现在已经去现场的路上了，这会儿我们已经准备过去，然后准备去我们第一现场。坐车过来的时候，我有看到这边的那个海岸线是非常的好看的。哇，现在的太阳已经，就是感觉我的眼睛都有一点睁不开了。这个时候正是太阳升到慢慢升到最高的时候。先让我试一下，还是睁不开。有没有发觉这个浪没有人敢下去游泳？这个浪稍微一个不注意就被带走，这个是真的一波带走。来就位，我感觉再这样的话我会被冲走的。咱们可以再往海的这边里面会靠的。不用不用，你拍那边就行了，镜头扫得到你的灯塔，就是漂亮。可以可以，好。放大版的残缺，缺了一块。哎，对了，虽然它很大，但是它缺了一块。拍的挺好的嘛，今天一早就直接奔着海滩，但是还没游泳呢，今天找个机会看有没有机会能游泳的。真舒服呀，这边真的，在这边你待了回去再穿上羽绒服都感觉很奇怪，要不别回去了，就在这里靠海打鱼。打鱼我会打呀，把鱼抓上来我就开始打打鱼嘛。好可爱。一定要去游泳才行的。完了，嫌弃你。小孩会害羞的，你见到陌生人嘛，对吧？都会有一点。你看这里浪这么大，都没有小朋友在那。没有，他们害怕呗。他们肯定害怕呀，要被冲走怎么办？每天都要游啊。那你为什么没被晒黑呢？他们是涂了防晒呀。开始。我是生活在这里的一个青年嘛，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，然后在这里生活了很长的时间，这里的景也见了很多很多。他喜欢的爱好就是拍摄嘛，但是这些景他重复的拍了很多很多次，他总感觉缺了些啥，就少了些什么，表达的是一个很落寞的。
我想我在干什么，我就不用说了。我在骑车，而且我是在海上的一个大坝上面骑车，这感觉真太爽了。就是两边就是海，然后中间一条，只有一条路，只能向前走。对，就是要向前看，说不定还会遇到这样的沙子啊。但是越过了这个沙子，前面又很平坦，真的太舒服了。能想到这是冬天吗？想不到啊，这么大的太阳，而且还能吹着海风，一点都不热，还是凉快，棒！我准备加速了。拍摄工作已经结束了，我们是从早上大概9点多钟，然后拍到现在差不多5点钟吧，对。然后因为我们想赶这个天光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其实是没有吃饭的，就是希望能把这个 MV 拍好一点，状态好一点。抽空喝了个椰奶。今天其实整体的拍摄很顺利，我们第一个景是拍的那个海岸线，然后第二个是灯塔，然后最后一个是拍的那个旁边有很多芭蕉叶的地方，然后很多阳光穿下来，还有我们骑自行车，然后就是唱我自己的这首歌，就整体都非常的流畅，希望能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，然后和大家一起分享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现在位置正在青龙街，然后刚刚拍了一个镜头，接下来我们准备转场，然后我们转场去干什么呢？扫地。那我们一会儿在扫地的地方见。我先拍两个。我感觉这边我们来的这个街道啊，它属于那种，因为近海嘛，所以虽然你看起来很大的那个太阳，但是其实很凉快，这些小巷子里都会时不时的有风吹过来。大家在这里居住的也挺舒服的，因为我感觉他们都是要不就在自己的家门口的这个位置然后坐着，这是一个极具烟火气息的这么一个地方。这前面像一幅画一样，然后还有椰树，然后底下还有几只小船，然后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，这个景真的很漂亮，我觉得这个拍照特别好看，这种方形的这种感觉。
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拍完了，就是今天的白天的所有的场景了。刚才拍完了咖啡厅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回去换一身衣服，就等着晚上拍那个日落黄昏的时候的场景了。那我们一会儿见，看现在的太阳多大，我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。那我们回去换衣服了，走。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套造型，就是粉色的，然后里边有一个灰色的，和这个鞋的颜色是相称的，然后就是我们这次拍 MV 的最后一套衣服了。然后一会儿我们就准备去那个沙滩，那现在要在街道上再拍，然后就切一下，对吧？真好喝，感觉很凉快，海南的椰子就是好喝。我记得我刚到的第一天喝了一个，然后今天喝了一个，然后今天是大家一块喝的。在那个旅行馆西点，然后我们这会儿先提前过去了，然后一夜已经结束。和最后一个景，晚上是不是很舒服了？晚上舒服多了，晚上不晒了。其实这里的晒它不是那种很烈的那种晒啊，就是紫外线比较强，但也不是说晒到身上会很不舒服，这个倒不至于，但时间长了肯定会不舒服。晚上是非常的可以。我们在三亚的两天的 MV 拍摄到现在为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，然后现在我们又回到酒店了，然后这段旅程就在这里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，下次再见。We never come to crosses, 'cause it's too late to not pretend. Night is for all of this to end. Just